各位，我在昨天收到一位 YouTube 观众给我3290的超级感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 Google 到底抽了多少钱。我真的有拿到这么多吗？好，我们点开 YT Studio， 赚多少钱都给你们看，没关系啊。右下角盈利嘛，这边有一个超级系列，点开里面就有一个1489，过去的18天就只有这一个。所以经过我心算后，等于我只拿到 45%， 以往呢都有70%可以拿，这次不知道只剩 45%。 所以你们觉得做 YouTube 好赚吗？各位，我在昨天收到一位 YouTube 观众给我3290的超级感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 Google 到底抽了多少钱。我真的有拿到这么多吗？好，我们点开 YT Studio， 赚多少钱都给你们看，没关系啊。右下角盈利嘛，这边有一个超级系列，点开里面就有一个1489，过去的18天就只有这一个。所以经过我心算后，等于我只拿到 45%， 以往呢都有70%可以拿，这次不知道只剩 45%。 所以你们觉得做 YouTube 好赚吗？当然还有一些业配的收入，可是大家要想一下，包括拍摄、包括剪辑、包括设备，这些全部都是我自掏腰包的。一支影片的成本少了几百块，多到上万块。所以大家如果以后看到很多网红的一些团购还是一些业配，不要再这么反感了。有资金来源才能创造更优质的内容。所以经过我心算后，等于我只拿到 45%， 以往呢都有70%可以拿，这次不知道只剩 45%。 所以你们觉得做 YouTube 好赚吗？当然还有一些业配的收入，可是大家要想一下，包括拍摄、包括剪辑、包括设备，这些全部都是我自掏腰包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